日前，有网友爆料称，疑似郭晓彤与鹿晗在某豪华 KTV 甜蜜约会嗨歌。随后有媒体赶到现场，媒体报道称，的确碰见了正在约会的鹿晗和郭晓彤。尽管当天北京天气寒冷，不过二人还是搭配了卫衣加外套的情侣款造型，真是虐狗停不下来。鹿晗和郭晓彤虽然都是大萌人，行程满满，但自从公布恋情后却不存在聚少离多，几时间也要频频约会，妥妥的热恋期。现在前不久还有媒体拍到两人在上海一起吃火锅，简直不能更恩爱。10月8日，鹿晗公布与国民闺女关晓彤恋爱，大方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，并艾特关晓彤账号，公开恋情引发热议。稍后有网友晒出关晓彤的朋友圈，他发布了一张和鹿晗的亲密照，害羞的遮着脸靠在鹿晗的肩上，鹿晗则是一脸宠溺的看着女友，画面十分甜蜜。据了解，两人因合作电视剧《甜蜜宝鸡》传出绯闻，甚至遇到吻戏都是由替身上阵的关晓彤，在和鹿晗拍吻戏时都亲自上阵，一度让外界不解。而随着小两口大方认爱，才真相大白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它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